今天给熊猫粉们带来一个悲伤的消息，花花荷叶没有妈妈了。根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消息，在9月3号早上，大熊猫成功，也就是花花荷叶的妈妈，在兽舍内死亡，终年23岁。有人问，大熊猫23岁相当于人类的多少岁？大熊猫的一般寿命又有多久？据了解，野生大熊猫的最高寿命为26岁，平均寿命为15到20岁。在人工圈养的条件下，大熊猫的寿命会更长，最高可以达到38岁，平均寿命为20到30岁。一般超过20岁就被认为是老年大熊猫。大熊猫成功23岁，约等于人类70到80岁的年龄。为大熊猫繁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它，从2008年7月开始，一直到2020年的7月，在12、13年间，一共繁育了9个大熊猫幼崽。成功熊如其名，生的孩子可以说个个成功。大儿子公仔是功夫熊猫阿宝的原型，何胜曾经被选拔参与野培，何宇参加了野化放归的训练，何花成为顶流明星大熊猫，何叶是著名的待宰公猫，何奇何美在基地展出，何星在西宁野生动物园出差，何峰在上海动物园出差。我们感谢成功妈妈给我们带来的9只小可爱，愿天堂满是竹子，公妈一路走好。